寒假之前租的，所以那个这个价格就稍微低一些，大概是900块钱一天。你带父母？对，我爸我妈。你带你的父母旅行？对对对。从北京。北京。嗯。那多长时间了？嗯，没多久，我们十来天就到这边了。那你是打算去哪儿呢？我打算去海南岛。跟我们路程差不多，但是这几天，温度比较低嘛，海南那边温度也低了。嗯。反正慢慢走吧。你的目的是？我也是往海南去。但是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嘛，然后就走的比较快一点。你要回去啊？对，我要回去上班。那什么时候？大概过完春节吧。过完春节？那你再回？从海南回北京。哇，很长啊。回去的话还好，走高速的话很快。一天加那个多长？大概要开，如果开700-800公里吧。700-800公里，很长啊，高速公路吗？走高速。那个费高速费很大。看情况嘛，而且春节我们这边不是免费吗？是吗？对，春节那个哪天呢？七天。从2月10号开始，大概到16号还是17号，我忘了看具体时间了。但是有那么7天时间是免费的。如果你开的话，你也可以在高速上，就那几天在高速上是你的这个车也是免费的。那个好，挺好的，便宜很多。你可以就是在高速上多走一点，这样的话你可以节省很多费用。对，而且速度也会提高。我现在呢一直走国道。国道是吧？但是国道车比较多嘛。不多。不多也要分。对我来说好因为我直接看真正的中国能够看到一些路边的那些小的村庄呀。对，小的村庄上面你看不到这些。看不到。对，好，我先走了。我可以看车吗？可以吗？可以。介绍一下那个外边了。这个车是租的，不是我买的。是吗？对。所以说你说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们有。你好。你好。你住的他开的这个车。不是，他在旁边是一个改装的那种，就是面包车式的改装车，他自己改的。自己改。因为我们多少钱啊？因为我们租的这个价格它是按淡旺季来说嘛，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国内中国来说就是寒假是一个旺季嘛，然后我是赶在寒假之前租的，所以那个这个价格就稍微低一些，大概是900块钱一天。900块一天。900人民币一天。所以就现在来说嘛，你在车上面吃住的话呢，就是在春节期间你肯定是在房车上更经济一些。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是按照包月来的，我们直接租了一个月。租了一个月。对，它会价格要相对来说便宜一点。一个月住一个月的话便宜点。会便宜一些，就均价下来就会便宜一些。大概2万块钱。2万块钱，跟我的价一样。是吗？你那个车是自己买的吗？我自己买的。对吗？你那自己买肯定更那什么，自己改车。旧的，很旧的。旧的，毛病好多。一边开一边修是吧？我们其实也差不多。车也有毛病。这个看起来有点新车吧？很新，但是就是这个车太大了。太大了。你开驾驶没问题？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说吧，你这个车在城市里面走的时候，会有树啊，会什么的，然后会有限高，你就会就是开起来你要注意很多事情，不像你那个车通过性很好，你那个车想下地库不都可以吗？地下停车场不都可以进吗？我们这个就只能找地上停车场。还有什么有问题啊？可以放车的时候。加水的问题。加水。对。这个加水。加水那边有加水。你加水的时候在哪？加什么？就是在现在国内加水吧，就
就是怎么说呢，在北方，现在是冬天嘛，它外面是没有水龙头的，因为会冻嘛。然后你这很难找到就是能够加水的地方。在南方会好一些，就是你能够找到就是在外面的这个水龙头。外面在这样的地方。对，像这种就可以加。但是在北方的话，它现在冬天太冷了，它水龙头会冻。对。所以我们到这边以后才开始看到就是有一些能够加水的地方。还有那个马桶呢？马桶这是污水。污水呢？这个污水怎么？它是我们这是行李箱式的那种的，可以有那个拉杆的，就比较方便一些。还好吧？怎么说？其实一般来说，你也不会频繁的用这个马桶。因为在中国很多那个公车，对，我们这边工作非常方便，很方便。对，看停车场都有，还有那干净。对，所以就说。在国内这个是应急用的嘛，很少有就是说频繁使用这个厕所，很方便，这车很方便。所以最近很多开放车有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也是因为就是说在春节期间嘛，我们可觉得费用这样会更划算一点嘛，然后才租的。因为我们三个人出去，如果是住饭店呀什么的，费用并不少，不少。在家只能边玩。所以对一般来说，这个也是现在房车旅游很贵的。对，也很贵。谢谢。我可以问你做什么工作？我其实现在也刚辞职。刚辞职。辞职？为什么？现在其实经济不是很景气，然后现在辞职就说出来。以前呢？以前做文职。对，做文职。做文职？做文职是什么？就是、办公室。办公室。做这一种。现在，但是你工作多了，对，我工作时间久了呀，我年纪也大了，所以就工作。你结婚了？没有，没有，所以你没带。对，我只需要带我父母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带孩子啊什么的了。对呀，我只要需要带着我爸妈，我就可以走了。就比较省事，小女，等于就是你自己就自己一个人嘛，几个月。你准备怎么游玩？路线。路线，我没有在那个 TikTok 视频上那好地方看他们的路数走。跟着，那你计划有旅游多久呢？没算。没算。我要去南方，还有那个整个中国，那个西藏呢、新疆呢，还有那个边境线环绕一圈那么走，然后走从贵州，然后进西藏那样子，贵州、云南进西藏。还有那个四川呢、四川、很多很多地方啊，所以那个不过一年两年啊，有可能、挺好的。我们也走完了，走完了。我们走了，基本中国全走了。哇，什么时候？他们从上班时候，他们就在那上班的时候。今年70多岁，从50多岁开始。哇！我们两个人，那会儿他上班没时间，我们两个人，东欧、西欧这几个国家，去了22个国家。22个国家，哇！不上了。你只有一个女孩？还有一个在美国。大姐姐，我有个姐姐在美国。美国就美国。她开车，去年我们是5月份，走到青海。火星基地。青海。我们到。那么远啊。啊。你要去西藏不是更远？你要去西藏肯定更远。格尔木，我们从青海那边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到兰州。你的目标更远。你要转。我不知道，我的目标完成没完成？能不能完成？还走到哪是哪？他就一个人。我就一个人，我的人生是这样啊！我在美国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今年，你在美国那边玩了很多地方吗？整个地方都去了。你把美国也走得差不多了是吗？对。等于就是美国玩完了，现在来中国这边来。在中国呢刚开始了。刚开始什么时候来的？11月份。刚来。但是坐车改站需要了1个多月。所以所以你也是刚，你从哪儿起点？他从青岛。山东。跟咱们的路线是一样的。那等于。那下站是哪？厦门。
福建，真的。嗯，福建靠。不知道我过冬天在海南的附近。你还是应该在海南。因为那别的地方很冷。在海南待几天？因为什么？我告诉你啊，29号是中国的春节。对。你到哪儿都关门，到哪儿都。对，景区都人多、嗯，像你这种情况，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建议你在海南。他又不着急。哎，在海南。我不着急。在海南最少住上他一个礼拜。嗯。海南不有一环岛？对。哎，环一圈。我们就是去走他那个环岛公路。我们也去。要不去海南岛？那海南的环岛公路不是今年、去年吗？去年全通了、然后我们说去把那个环岛的公路。那个岛很大吧？很大的。比台湾。大不大？其实比台湾要小一点吧，大小一点，差太多。台湾漂亮，台湾可我去过台湾。我看在视频上，那个海南的很多南方去旅游的人，对，坐上车旅游，很贵那个。陪他住的真的很贵，最贵的吧？对，怎么说呢？就是你想在那边景色又好又那什么，那肯定贵。但是你要想找便宜的地方也有，很难找。海南岛也有，嗯，因为天气很暖和，嗯，就不像这边这么冷。暖和好，热不行。那也有可能会热也不好，太热也不好，太冷也不好。海南岛吧，特点就是热的时候你就在阴凉里头就不热，嗯，站在这太阳里，它不是海洋气候嘛，它不是你，嗯。然后等到正月十五，中国年过后。嗯，气温也好了，你再往西北走，那是最主要的路线。你现在去西北，你会冻死的，真的特别冷。对，云南你要玩一个月，云南玩的景点好多呀，好多、哦。云南四川、贵州也是，四川、贵州这几个地儿都好，西藏也好。我特别喜欢西藏，所以在西藏的山上拿手能摸着天呢，都不错。OK， 让我继续看看。看看吧，我带你看看里面。啊。这个是。来。对，只有这个车有这个密码锁，其他车没有。啊。因为咱租的这个车。这边直接就是。23年的。司机。你好。我们先上来吧，因为我们车是双拓展，我们车是两个拓展。这个是可以展开的，然后空间可以扩大大概，得有能够扩大2米左右。然后后面那个床也是可以推出去变成双人床。然后所以我们这边是两个床，一个双人床，一个双人床。对，你的父母是？我父母是住在这边矮嘛，然后我上面。宽大。两个双人床。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可以拖开，冰箱什么的都有，冰箱也是双开门的等等。这是卫生间，这个卫生间也不小。对，没给你拓，没拓展，我们这边表。挺好的。嗯，还可以吧。很干净啊，这是新车啊。新车。哦。就是这个是洗手池，我们的那个灶用的卡式炉，它那个电磁炉我们没有用。没有电磁炉。有电磁炉，但是我们没有用，我喜欢用卡式炉的火嘛，火比较旺一些，所以我们就用卡式炉。然后那个，因为卡式炉不是直火嘛，直火要比电磁炉的火要，反正中国人还是喜欢那种火。对，我也是。因为炒菜嘛，我们会炒菜。我炒菜，你呢？我们也炒，我们的锅都在这里，然后这上面微波炉也有，微波炉是有的。啊哈，多好的。空调。然后我们电视没有，要的是一个那个投影。哦，那个是。因为我们没有要额头床嘛，是这种车不是额头吗？这是原来有的吗？不，这是我带的。你带来了？对，我带自己带的。啊！哎呀，讨厌了。可爱，这是洗衣机、嗯啊，你用过没有？用过，我们好啊，当然很好用了，因为我们每天用啊，不是每天用，大概我们有个一个星期大概会用个一两次，嗯，因为这个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日常的衣服嘛，就都用它洗了，嗯，因为它很省水，对，还挺好的。对，我很难找西服的。找饭店才可以找到呀。那个饭店，有一些饭店也会提供，就是自助洗衣。是吗？是的。哦。你要问一下，就是他能不能够提供洗衣？他有的是
在一层会有一个自助洗衣间，很大，它会有很多洗衣机。问一下，查一下他们哪附近哪些是提供洗衣服务的，你问他呀，你们那儿能不能自助洗衣？爸，你好吧，跟你的女孩一起旅行好吧？那我带他们，他们当然好啦。好了，一个人要玩辛苦，辛苦吧？辛苦。旅行的时候最问题是什么？我们最大问题其实有时候是停车，停车太大了。我们要找比较大一点停车场，要不能限宽的，这个车越宽，它有的车位根本就没有办法把这车全部都停进来。房车旅游的最好处是什么？方便。那我们就像这回下雪嘛，我们其实头一天晚上住在景区门口，然后他下雪，我们一推开门，然后就是一个景区嘛，然后我们直接一边下着雪一边去的那个景区，非常方便。天台山，我们在天台山一打开窗子，哇，下雪。对，那边旁边就是山，然后我们窗户就可以开的。看见没？对，那个是好处啊。嗯，好看。对。那开房车最大的目的不就是？能够想停哪儿就停哪儿，对，还有那个上千的饭店，对，要不然的话我们三个人两间房很贵啊。你的计划是每年这样房车旅游吗？还是要看情况。其实我们主要是为了这两只狗，就为了狗。狗它那个有的不能住店，我们家这只狗它不能住店就麻烦，这在车上它们能吃能住，对，也暖和。很多那个饭店不让进。其实我们主要是被他们两个。这也是因为你们的这很热啊。我们家还有空调。对，这个房子很好，挺不错。这是豪华。2023，对，它这个属于高配的款。高配。等于说就是配置的比较的高档一些。便宜的也有吧，也有便宜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更贵一点。因为我们要玩一个月嘛，我们怕这期间卖便宜，租太便宜的话租着不舒服嘛。另外这个车才跑了几千公里，对，我们这是很新的车，跑了几千公里，真的，所以它没有什么大毛病。我希望这个是我的房车。你可以把你的房车收下来。这个那个卖起来的话很贵吧？很贵的，买起来很贵的。所以就是中国嘛，国内其实都是一些退休的中老年人在买，因为他们有经济实力，然后那个座椅也有时间。这个座椅挺大。你坐还有吗？他们想去那儿坐就坐那儿。因为我们这不是通的嘛，开车的时候他们慢的时候也可以过来，他们有的时候坐那儿，有时候不坐。那么方便啊，那么好，舒服。这车里就可以活动。就是怎么说呢，你两种方式嘛，像你那样呢，可能就是更加的省钱一些嘛。那我们追求的是更舒服一点，因为年纪大了嘛，要更舒适一点。对，一般像要开房车可以走国道，我们一般还走国。高速就比较贵，但是很贵。高速贵，高速费很贵，还有那个公园门票很贵，对，多贵啊！对，门票贵。我们两个不要。哎呀，是吗？我们70岁以上不要门票。中国的福利。70吗？还有65吗？65也有，65是折扣，半票。65岁呢是可有免费的，有是打折的，但70岁以上呢是所有的全部都免费了。坐车、门票什么都不要钱。对，他们等于已经到了中国这个福利的这个年龄段了嘛，他们就可以享受这个福利了。所以他们去哪儿玩都不花钱，就他一人门票啊。对，我们是花一个人的钱玩三个人。那个好。好嘞，打扰了很多，谢谢，让我看看，这个是我第一次中国的房车参观了，谢谢了，感谢了，真的。你到了海南可能能碰到更多，海南很多的，你到时候会碰到很多中国的房车，有很多自改的。我很高兴，我碰到你是亲切。亲切。我们是北京人，北京人都爱说亲切。我喜欢北京口音，北京话是吧？对，谢谢。没关系，还有缘还能再见。咱们路线差不多，很有可能能碰上。谢谢。可以加一微信，互相的。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